可能在跳一起。师傅，你好赶流行哦！师傅，能再跳？好，没有问题，待会儿有签唱会可以带给大家继续跳下去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在是我们的沙威舞台活动现场，你帮我 test 一下有没有声音？没声哈，没声，来，帮个忙，没声。啊，我们共用一支麦克风了。好，我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其实我们刚刚除了带来这么精彩的舞蹈以外，今天呢，我们 Zero Plus 来到现场是我们最新一季 Aircore 系列的代言人。哇，自从你们代言之后，沙威这一季卖到断货，听说供不应求，真的。所以呢，其实你们来到现场，我们主要是要跟大家聊一下说，到底有多好穿啦、啊。为什么你们五个都爱不释手？我们先聊一下说，我想知道现场的姐姐妹妹，我们来问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现场的姐姐妹妹跟我分享一下说，你在选内衣啊，你最在乎的是什么东西？有没有跟我分享一下？我们礼物啊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没有重赏。好，哎，这位姐姐，你最喜欢内衣，你在选择你最重视什么？集中还要挺，集中还要挺，你好贪心哦，你又要集中又要挺。好，我们送一下。谢谢你。对，哎，五香粉来帮我 test 一下。Hello， 五香粉。哦，你就要，好，帮我拿一下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刚刚有说到，她最喜欢，集中姐姐她喜欢的就是买内衣要集中要挺，就是要机能性。你们五位里面哪一位跟她一样最在乎机能性？都在乎，在乎哎。好了，我说一下最在乎的那位，要不要自己出来自首一下？好了，诚实一点好不好？我先自首一下。因为大家都看得出来，大家其实代言这一届的沙威，其实大家被吹灰之力。但是在下边本人小生，我其实呢，本来有一点点小小的担心，因为我本身是属于身子比较薄，是扁身的。我本来想说，万一效果不好的话，我会被厂商揍死。哎，安娜，我觉得你讲话真的是很多，说就说嘛，就是天生先天失调啦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是后天。没有，先天失调，后天没养好。对，总而言之，但是呢，没想到担心其实根本是不必的。一穿上沙威 Air Loop 这个系列，我跟你讲，马上自然升级到，我现在可以抬头挺胸。我再给你来走秀一下，好，来走秀一下，让大家感受一下你的升级啦。噔噔噔噔 ，Save me, save me, love， 是这样唱吗？其实我们这一款 Aircore 系列，它能够自然帮我们达到集中，然后帮我们达到托高。你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穿上去你的感觉是什么？穿上去，我发现我变得深不可测。那个事业线怎么会这么深？我自己都不知道。难怪最近就事业运大开 ，EP 也出了嘛，哈，要办签唱会嘛，接下来有演唱会的邀请嘛，忙得不可开交呢。非常感谢大家，都是托了这个 Aircore 这个系列。些厉害在什么？因为它可以帮我们侧边集中做托高的感觉，所以说原本你可能像安娜一样哦，是那个英文字母开头的那个数字，接下来 A 卡也可以了 ，A 卡是 A 卡对不对？但是现在就有可能变 B 卡，或变成 C 卡。好，对 ，C 卡，我都接不下去了，你知道？你好敢说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款集中托高效果非常好。再来，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棒的是，通常集中托高以后，你就会觉得，哎，你汗怎么流成这样啊？你在热什么？你热到大家疯狂拍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热，又流汗。大家太热情了，所以比较热。所以你说像你喜欢机能性，那像你这种热成这样的人，我很想知道，你知道夏天你会不会常常就是因为胸部闷一闷，然后就长痱子，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？哎，怎么到你就没声音了？啊，来，这里。我跟你说，我全身上下只有一个地方没有抹痱子粉。哪里？就是现在穿内衣的地方。就是只有穿，所以说你知道夏天是很容易过敏，然后很容易过敏，我很容易长痱子，很容易会有那种异位性皮肤炎出现这样。我也不知道，是太多名词，就是不舒服，就是不舒服。对，像这种经验，我个人就是非常的深刻。就是以前小时候，我要分享自己的经验。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，就会觉得说，反正省钱嘛，内衣你买贵的买便宜的，它不是都是穿，反正我都觉得说不要挤吐就好。没有，真的不是。它旁边那钢圈如果摩擦到的话，会很不舒服，很痛，而且你会觉得回到家一脱内衣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下面红红的勒痕在那边，而且有时候那个钢圈如果没有设计好，还会不小心刺伤自己。然后就是真的就是很刺，你会觉得刺刺的，然后就会受伤。对，而且我觉得最惨的一次经验就是以前买很便宜的内衣，结果回家的时候发现说奇怪，胸部很痒，因为那内衣的材质不
抽泣，夏天一流汗，开始一片疹子都长在胸部上。你干嘛一直点头？你是心有戚戚焉，对不对？而且你都会觉得抓也不是，不抓也不是，尴尬，尴尬死了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内衣你要就是透气，贴身的衣物一定要蛮好一点。这个时候时间交给你了，请问一下 AirCool 系列为什么会让你这么凉？因为它本身有一个材质叫什么冰凉沙，冰凉沙。然后听说不是听说，是我亲身体验，它可以降温。你好热，我真的超热的。你们海外大哥，你的纸巾要借他一下，让他擦擦汗，然后我再还给你。哦，我相信你。我们有马上，大家疯了，开始翻箱倒柜，然后这时候就很怪罪自己。为什么还有冰凉沙设计？它一穿上去，它有一个很特殊的矿物粉跟你的皮肤接触，所以它可以散热非常的快，吸热非常的慢。马上去哦！一穿上去就下降两度，因为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，就来自于像你这种一直盗汗的人，所以本身身子比较虚一点。为了你设计，所以我们呢一穿上去可以让你马上下降两度，夏天非常的凉，所以我们才叫旧爱冰淇淋系列啊。对，就是让你像 ice cream 一样，而且你们今天四个太安静，有点吓到我。没有麦克风，你们有在乎麦克风这件事情吗？你们每一场不都没有把我的麦克风当一回事吗？也是，就聊自己的，哎，却擦完了是不是？哦，听说要还人家呢。嗨，哦，嗨谁是不是？好了，摸过了，好吧？哪一位大哥的哈？哪一位的？谁？有摸过，有汗滴到上面，我帮你审核过，回家验验看 DNA。所以呢，我们刚刚有聊到，所以你喜欢就是说夏天要冰凉的设计嘛？那我再来问一个比较肤浅虚华的问题哈，其实我觉得很重要。每个女生哦，不管你几岁，都想像少女一样买内衣最重视的虚，我直接问你好了，仗着你年轻，你最在乎什么？你说。啊？你想被问到？你已经过了那个可以被问到的年纪啊？好，虚来聊一下您的时间。因为我个人是少女心。哈，对，没人要回答你，也蛮不合哎，跟我们不合，你们团体好不合，一讲少女心没团，原来少女心，对，所以你说你是少女心，你在乎的是，就是我喜欢外表看起来很可爱，然后就是看了心情会很好的那种内衣，然后就是说孤芳自赏，没人看自己看也开心，也开心，对，所以你喜欢选择内衣的时候，你是要外形要有草莓啊，樱桃啊。像我这穿的这个就是樱桃口味的冰淇淋，樱桃口味，对，所以你今天是酸酸甜甜的味道了，不然安娜甜甜看。不是冰淇淋，谢谢你。所以你是樱桃口味，哎，那其实好像听说每一个人穿的，因为是旧爱冰淇淋嘛，都是口味。你的话吼，香草，你是香草，香草绿色的吗？中间呢、啊，中间、啊。香草，不要，他说我好害羞，感叹。你说他是香草，你看他香草口味是。每一个人都有吗？啊，安娜跟严凯没有。我们先讲少女挂，好不好？我们切开来，我在这边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先聊聊少女挂的，好了。我在这边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走开。所以我们先聊少女挂的，有樱桃嘛，然后你是那个香草嘛？你怎么蓝莓？你也遮太多了，好吧？给大家看一下你的蓝莓。哦，是蓝莓口味的哦，所以你们都走是酸酸甜甜的感觉，像少女初恋的感觉。那我们看一下老人组好了。不是我们。诚心，它是牛奶巧克力冰淇淋，就跟我一样巧克力般的红色。误会了吗？不是啊，不是哪来的牛奶？牛奶是白色，你身上哪里有白色？你告诉牙齿吗？牛奶巧克力，重点在巧克力那个才好，巧克力对对，其实是欧巴巧克力，好，不用你，好，继续下一个，就是我是牛奶巧克力口味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严凯的，严凯的，我今天穿的口味是薄荷冰淇淋的，颜色是非常可爱。所以是嫩嫩的绿色的感觉，薄荷冰淇淋。所以说，那这两款是不一样，这个是还有特别贵的坠饰。然后这就是可能比较喜欢简约风的女孩，就很适合穿它。那除了外形以外，我也很好奇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们夏天呢、啊、有没有很爱露？爱露都会举手吧？我觉得你好神奇哦。
不好？多诚实。对，有时候看不出来而已。好，没有啦。很不合哎，这是啦，放不干净好吗？不是，而且也不是爱露，就是我们平常出外景，最近宣传新的唱片，对，然后就容易穿到小可爱或是平口的衣服。对，那这个时候呢，肩带就很重要，所以我就很喜欢挑选这种。就是背后可以，就是你有变化，有没有看到他头发一这样，然后呸呀？你要甩假发吗？然后里面出了超多款，像有水钻的，还有不同款式的都可以变化，非常实用，在夏天的时候，这种非常的喜欢。所以说，如果你夏天想要穿低胸啊，或是你想要露背啊，就是直接来换肩带，直接做肩带的变换就可以了。对，方便耶。而且我觉得它就是非常的低调的奢华，譬如说你白天你就是穿这样出去，晚上要去夜店了，直接换一个肩带就可以上场了。而且还有水钻的，就是今年款式超多，很好看。哇哦，所以我们还要怎么说？谁是海军风？换成海军，有海军风的，就款式很多，超好看的，我们都大家都超爱的。心中也，就我在想说，你们干嘛硬要融入少女心呢？风然后也有说你喜欢比较朴实风，都可以达到的。哎，我还有谁没有讲到话的？每一位都讲到了，好，就是艾玛啦，来，艾玛，你什么都不喜欢哦？我吗？你的问题是，我又爱露又爱线啊，就是你什么都要就对了啦。要我是最贪心的那一个，那你好都不想画，因为我最贪心。因为每一个讲到你也都要举手、那你聊一下说你觉得啦，你最喜欢的这一款，你最喜欢它哪一个部分？应该是造型还有集中脱高吧，因为像我平常会常常练舞嘛，对，所以他穿内衣练舞的时候，可能就是会有副舞跑出来。然后来看我刚刚跳完这样一整支舞了，就是 Zaby 的舞蹈之后，我没有副，我们也没办法验证啊，你穿，我们现场要看勾还带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来是不是？那就你来帮大家代劳一下。不行，这样子今天我们的版面就是你这一幕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要博版面嘛，要宣传嘛，欢迎来验证，就不能写到我了。常跳舞的人最怕的就是说两个胸部变四个胸部，对，跳完之后就可能就变四个胸部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副乳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，非常残忍，你会都心有戚戚，会把那 cup 数降低。对，很多人都一辈子误会说自己只有 B cup， 可是殊不知他可能到 D 到 E， 但是只是长不对地方而已，就是的，背后的肉很空，但是其实那都是我们的副乳。那你觉得它集中而且多高效果非常好，非常棒，而且我穿的这个我还可以穿深 V 领，看。你平常你本身就蛮雄伟的啦，你有事？对，可是我觉得很多人哦，在挤譬如说事业线的时候挤出来很丑，可是你不觉得这场一挤出来，哇，怎么看起来是又健康又自然又漂亮？好，麦克风给你，就准备恭维，来，你想说什么啦？因为这一件事情我也心有戚戚，就是觉得你有什么更好的，对不对？你有什么心有？要分组是不是？新组，这现在是分，就是 E cup 以上在那边，然后 A B 就在那边，所以你有什么烦恼？对，你很容易就是因为胸部太好，对，我觉得它很厉害的事情是，你想要把它调出来之后，它不会走样的，不管你怎么样弄之后，它都不会变形，就是大小不是一样的这样子。就不用担心说有时候不小心装了假奶被人家发现，我们都是纯天然的，就是只要一穿上去，马上闪。